看一下，已经红肿了，发炎了哈。今天我们给它拿掉，看我怎么样给它清理干净的啊？给你们看一下。开始吧。哎，我们用的一次性的修脚刀片，一次性的刀片啊。痛都还没痛呢，你瞎瞎什么？不怕吗？没什么好怕的。好嘞。啊，你不想看。这个上面被你剪断在里面了吗？嗯。是不是的？对。根剪断在里面了吗？那根拔出来，然后它又长进去，没抠出来。看到这个又要做脓了，那个。你必须要把这指甲拿出来以后，你才会不会发炎。你指甲留在里面有什么用？疼不疼？疼。啊！天，这么大块指甲给指甲给都能抓痛痛，还是人喽？看到没有？这就是从里面拿出来的一个指甲啊。技术好不好？你们自己看。哦、技术怎么样？一下拿出来了吧？好大一块哦，你不痛才怪哦，不痛。好了吗？好了。好了，人家手术都装过管，一张口，一张高的技术啊。好了，好，我们现在给它消消毒就好了。指甲已经拿出来了啊，那。这就是从里面拿出来的一个大指甲，你看到吧？你看到没？你看这指甲没？太短了。你看这大块，你说你痛不痛？两个字。看到没有？啊，这大块。一个美女。